看完我画的图，大概知道我今天又来讲螺丝了哦。其实不是讲螺丝了，是讲给一些极少数对尝试有兴趣的人。我的频道多数人来看都是看看名牌工具的介绍哦，很少有人会想要知道工具背后的道理。就像是多数人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就是世界啊，世界背后还有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啊？什么叫做世界？这个世界有道理吗？哦，有些人会去思考这些问题了，有些人不会。那么其实我最喜欢介绍这种东西哦，可是因为看的人不多哦，所以我一般就懒得介绍。但是我发现台湾人呢，怎么讲，还是需要一些不同的，怎么讲，不同的频道吧。哦，我的频道不是只有介绍名牌哦，介绍名牌那没什么稀奇，你也不需要看我介绍，拿个几百万花出去，东西买来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要，今天这个，我看好，已经几分了。看不到了。今天这一集主要是要介绍为何要用扭力扳手。那么先前我有提过了，可是大家应该忘得差不多了哈。我们来讲，扭力扳手。我们一般看到扭力扳手就是拿来锁螺丝的嘛，对不对？哦，如果你一辈子想的扭力扳手就是拿来锁螺丝，是为了让你锁得更准，哦，那你就准备锁一辈子的螺丝吧。那有少数人他会去思考，为何我要用扭力扳手？于是他就会去研究扭力扳手后面的螺丝。研究螺丝以后才发现，哦，原来自己还可以增加很多的尝试。哦，今天这一集基本上就是尝试课。我现在把扭力扳手摆在螺丝旁边，哦，我们转它，哦，我们当然是直觉就是转到几公斤几牛顿，它的紧度就是多少，哦，这个大概提一下就好。实物上不是啊，你可以看，我们转的是这个方向的力量，而螺丝的螺牙啃在里面啊，它的力量分散蛮复杂的啦。我们简单的想成垂直的哦，所以说我们要锁紧一个螺丝，并不是靠旋转这边的力量，我们要的是它里面的抓力。你可以说材质变形产生的紧固力啊，请注意紧固力这三个字，因为有心的人他会自己去学习啊。我们要的是紧固力，那么有很多方法可以让螺丝达到我们要的要求，设计者的要求，比如说把它加热，或者特殊螺丝把它拉长啊，那些我们就不提，也不是我们该在这边讲。那么扭力扳手呢，原理很简单，就是把它上面锁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想办法把螺丝越拉越长，对吧？就是说你在转它的时候，螺丝会被你拉长，拉长螺牙就开始扩张，于是产生紧固力。好，既然我们要的是紧固力，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螺丝的特性。好，那么一个螺丝哦，你一直拉长它，它就像弹簧一样，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是线性的。哦，什么是线性的我还要再讲一遍哦，就是我看到100分的美女，我老二就变成100公分，我看到1000分的美女，老二就变成1000公分，类似这个概念
它是可以透过计算算出来。什么叫做非线性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女的哦，50分的，可是我的老二只长出30公分或60公分，甚至是无法预测，那个就是非线性的概念，这个你们得自己去学哦。那么在大概念讲完以后，我们来复习一下上次讲的哈。你们自己先看一下，我偷偷抽一下烟哦。有兴趣的人看一下这些词，看得到。好的，那个有看人就会看啊，他会定格自己看啊、哦。这个是螺丝受力的一个曲线图啊、哦。我们把螺丝往上跑，就是扭力越来越大，越往右边也是扭力越来越大哦。那么一个螺丝它有个特性，就是当它在它的弹性模量下哦，称为线性区哦。这个时候你拉螺丝它是线性的，但是超过了这个线性区哦，其实它也是可以正常工作使用，只是它就进入非线性的范围之内。那么你要是再施加更多的力量哦，它就开始破损，永远无法再恢复哦。这边讲的其实有点争议哦。我们来看看这些名词嘛。这个弹性模量是直译法，比较难懂。我建议你们去搜寻这个英文单字哈、，elastic modulus 哦 ，elastic modulus。或者是看这个 proportional limit 我建议你们想学的人查这两个单字，因为它会有比较好的解释。那么如果你看原文看不懂没关系，你利用这两个单字回来查教育部或者是理工科的专门解释，这样你就懂了。那最后这个单字嘛，弹性极限也是弹性嘛 ，elastic limit。好，那这个我上次讲过了哦。那我们只是把它简化一点啊、哦。这边呢，线性区。这要怎么画呢？这样的，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太久没读书考试，中文英文都很难写哦。我发现我写字都要鬼画符。非线性区，其实我也看不太懂我要写什么。下面是线性区，上面是非线性区。那我把它简化了哦 ，proportional limit， 我把它简，就是这个，就是 proportional limit， 我把它变成线性点啊、哦，也就是在这个点，我们假设了哦，假设它是。
设，这边是50牛顿啊，就是说这个螺丝超过了50牛顿，它就进入非线性区。好的，那么我们所扭力扳手哈，同学们应该开始有了解到，我们用扭力只能用在线性区。过了非线性区，我刚刚讲过，它不能说不无法预测，但是你没办法透过施力来确定螺丝的紧固力啊。我刚刚已经用老二比喻过了，但是用角度会比较好一点啊，因为角度转十度就是转十度嘛，转十度不代表它紧一真的会紧10%啦，但至少比用扭力来做测试更精确，因为螺丝是很直观的东西。我们或许到了非线性区，我们用扭力无法侦测，无法预估它的紧固力，但是我们用旋转的角度来看，不管怎样，我上面转了10度，下面理论上也是接近10度嘛，对吧？所以说这一区，这一区我们就。好的，那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真的要把一般的普通螺丝锁好，必须要使用角度啊。那常见的就是用角度规了。好，这个上次其实都有提过。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公差，这个比较麻烦。难不成我是设计螺丝的人，我说这一颗螺丝锁到100牛顿？然后你就一定要锁到100牛顿吗？实物上真的做得到吗？对不对？螺丝再怎么精密或者是螺母再怎么精密，也是会有误差嘛。于是我们就会出现公差的问题。就像有些人不用扭力扳手，他凭经验也锁得不错可能是他手感用公差用得特别好了这是我随便猜的啦。实际上都是气动打到爆好的，那么我们引入公差的概念以后呢，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麻烦你们看一下这个好吧，我不想再画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螺丝转下去的那一刹那，我这边画的特别低嘛，对不对？螺丝转下去的那一刹那，你用手拧其实也拧得紧，但是这一段的范围我们这边有扭矩嘛，这段的扭矩其实是无效的这个锁过螺丝的人都知道比如说我要锁紧一点，我一开始前那么一下下就是有卡到而已。好，这个我们在使用扭力扳手的时候，我们通常称为预设的扭矩应该叫做 prolonged torque预设扭矩。那么这一段是不用管它的啦理论上你要设一个值比如说我们来设一个值理论上都要看螺丝大小啦我给它5牛顿米好了M 就不行我们先给它，我们在锁扭力扳手的时候先要有一个预设值那多数人都不会碰到这个问题啦，说真的，我们先碰到预设扭矩，接下来我在这边画了一个直线嘛，对吧？这一段就是线性区，
那么线性区请使用扭矩扭力扳手哦。到了非线性区以后，我们再上角度。那多数人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原厂叫我锁什么就锁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公差的概念哦。当把公差的概念引入时呢，这个图就毁了啊。我们今天可能。我是锁机台的工作人员啊，哦，那么今天设计者说这一批我们用特殊的螺丝，哦，但是它允许一定的公差。那什么是公差呢？我看一下，现在是20分钟，来得及哦。公差就是允许的误差啦，我们可以这么说啦，哦，那么。锁扭力，可真麻烦呢。这个，我再画一张。啊，还是不要。里面可以借我一把尺。像有时候你家什么东西都有，就是找不到哦。比如说我设一个东西，它的预设扭力是60牛顿。在这个地方。然后还要加角度10度。理想的值在这个地方，但是实际上一定做不到，也不要说做不到了，这个世界上也没做不到的事情。当你有做不到的事情时，就代表你一定有做得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那实际上我可能锁在这个点嘛，对不对？也可能锁到这个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是角度哦，今天这一集要想一下哈，下面是角度，上面是扭力。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画成一个范围，这样就很容易懂了。我们原本要10度，60牛顿加10度，哦，但是因为设计者为了作业方便，或有另有其他的原因，甚至有时候是过度精密，他今天要求我们公差增加10%，60牛顿10%就是66牛顿嘛，10度就是多少？10%就11度啊，哦，因此他引入了公差的。范围给我们，好，好的。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公差呢？到这边应该，我想一下，应该大家都看得懂吧？哦，我们一开始锁螺丝，哦，前面那个刚卡下去的力量 ，prong 预设扭矩，啊，哦，对，哦，这边要讲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前面讲过，扭力只是方便一般人使用而已啦。因为你想嘛，我今天锁一个螺丝，哦，螺丝，我还要拿角度规去对着它，哦，角度规对着它，不是很麻烦吗？对不对？所以多数人会用扭力扳手让你去做这个工作，避免你出错。那有时候因为我讲过。其实扭力扳手只是给笨蛋用的，我们比较好的方法是用角度。
那么我在锁一颗螺丝时，我用角直接用角度把它带进去的话会出问题，因为我们当我们把螺丝卡上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使用角度的话，有可能我们的扭力值或对，我们的扭力值只在这个地方，所以理论上我要把它拉到预设的扭力啊，这边是五牛顿，先转到五牛顿以后，再补我们要的角度。这边可以思考一下啊，不是大家都很多人都搞错了，就是以为扭力扳手就是最专业、最王道、最基本的，其实不是啦。扭力扳手是最笨、最蠢的方法，只是它是最好用的一种方式。专业其实用角度就好。那么我们要上角度前，必须要把螺丝卡到一定的紧度才能上角度。好，这就是我要讲的预设扭矩。那么我现在讲的东西拆开来听都很简单，实物上混在一起操作，很多人可能就头昏。好，那么不论怎样，我们都要有个预设扭矩哈。那么预设扭矩锁下去以后，我们到了线性区就可以使用扭力扳手。哦，妈的，方便老外看。老外看，我去拿个东西。听起来很枯燥，为少数人而拍的影片。哦，在线性区以下，我们用扭力扳手；线性区以上，开始引入角度规。嗯，好的。那么最后，我们今天又讲了公差，对不对？那么，假如今天你的使用者，要求你公差增加10%或降低10%，你该怎么办？很简单呢，我们就是用纸笔算了，哦，对不对？那有些东西它似乎把这个功能也做进去，哦，今天我们上集就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真的来不及了，哦，我先把它存起来，接着请看下一集。